宋玄人只是帝君在凡间历劫之身，并非帝君本人，亦不是他的再生之身，他只是宋玄人，而你仍然是白凤九。的遗憾中我还不完的亏欠，到时候我要怎么哄你？帝君，我你。小白，
那么喜欢你，又怎么可能去喜欢别人呢？我都不好意思